伟霆你好，伟霆你好，你好，热不热？哇，好热闹这里。热闹，热情极了。你知道屏幕前现在至少有500万的观众 ，millions of audience， 这么在看着我们的直播现场，那看着我们新南发布会的现场。啊，看到你刚才上来，他给我这个是，你肯定知道一直拿着，嗯，是这个意思吗？多么幸福的感觉，能够一直拿着百威星。对，你试一下拿一下。我要是不是拿收到这个幸福，我要不拿手卡，我就拿两瓶哈，全程拿上，哇，太幸福的瞬间。首先欢迎伟霆来到我们的现场，好不好？然后也给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伟霆，辛苦了，辛苦了。对，是伟霆，今天是行程其实很紧，专门赶到现场，但是你身上看不到一点疲惫啊。嗯你生活当中保持那种哇哦的那种瞬间，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心态吧，就是心态你要非常乐观，心态要非常乐观，乐观面对一切，就是我觉得心情会影响你很多事情嘛。就是你工作的动力，或者是你平常，或者是怎么说呢？你心情就会让你整个人会颓废，对吧？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没有动力面对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一直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有的时候我们心情其实很低落、沮丧、颓废，但是怎么样，有没有一瞬间突然就可以让自己激爽起来的这种小妙招呢？洗个澡，你去心情不好，你去洗个澡，就好像焕然一新的感觉，焕然一新的感觉。其实我有个小妙招跟你分享，就如果我心情特别不好的话，我就喝一口世界上最美味的啤酒，那个时候的人就完全不一样。我猜到你的答案，也猜到了啊！你我偷看了一下，是吧？我们其实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春晚之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因为今年春晚之前有那个春晚进行时嘛，当时有采访，你当时在舞台上带来了非常非常棒的作品。那我很好奇，在艺术创作的时候，也有很多那种哇、wow、的瞬间，是吧？写一首歌或者编一段舞，然后哎，那种哇、wow、的时刻，有没有你找到这种灵感的绝招？我会很安静的去等待它来临，就是我觉得瞬间的灵感是你要整个人是非常安静的，就是你要去接受这个灵感。你理解我说什么吗？就是灵感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等着它。是这个感觉，完全是这个。我懂你，对对对对。虽然我不懂你说什么，但是应该是对的，对，应该是对的，就对了。因为可能在你其实你不懂刚才我说什么，并没有关系，因为我看到你手上拿着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们心意相通，有没有共同的爱好和审美，对不对？非常美好的瞬间。其实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这种创造力的时刻，网友们现在超有创造力。你知道你现在在互联网上又有一个新的名字，有一个新的外号，你知道吗？什么？他们叫你蓝朋友。哦，你知道你这个蓝朋友的蓝是哪个蓝？是蓝色的蓝。对，是新蓝的蓝。你说巧不巧？对啊，百威新蓝的蓝，蓝朋友。为什么？就是因为陈伟霆的比男朋友更爱的肯定是新男朋友了。你也赞同他们有新鲜感是吗？对呀、啊，所以你看你的身份非常多元，而且非常。之前有没有就是有喝过 Bud Light， 然后他给你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感觉或者口感？其实刚才在拍广告的时候试了，感觉怎么样？口感怎么样？特别好，特别好，特别新男朋友的感觉。喝一口，让整个人都有新男朋友的感觉。对，那真的太美妙了。所以介绍大家，如果有男朋友的话，要不试一下这个新男朋友？哎，屏幕前的各位听到了吗？如果你是要你男朋友试，也试一下这个新男朋友。如果屏幕前的你们有男朋友的话，就让他们今天晚上
开始试一试新男朋友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场是有一个监测现场 wow 能力值的神秘机器嘛，嗯，让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伟霆现在上场了之后，嗯，我尤其是还蛮期待的，哦，现在的整个 wow 能力值会不会有怎样的激增？那在我们正式来看这个之前，因为知道人多，然后场子就非常的热嘛，嗯，场子的热情也会激增，好不好？那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就是百威新男呢，正是因为有了陈伟霆的加持，现在就是我们所有人wow起来的时刻。那经过刚才一系列的跟大家伟霆给大家带来的分享之后，我们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就要请上舞台上的重量级嘉宾，让我们一起为此时此刻的wow能力值再添一把火。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百威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兼联席主席杨克先生，百威亚太区市场副总裁车奇先生，百威亚太战略和业务转型副总裁周真先生，以及百威中国华南事业部总裁刘竹熙先生，为我们一起迎接 WOW。 So let's welcome CEO and co-chair of Budweiser APAC, Mr. Young Kress, VP of Marketing,Budweiser APAC, Mr. Matt Che, VP Strategy and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Budweiser APAC, Mr. Luke Zhou, and BU President, BU South, Budweiser China, Mr. Jeff Liu. 谢谢，谢谢四位来到舞台上。哇，我其实因为我刚才上台的时候 ，WOW 值就是十，对不对？现在伟霆也来了，四位重量级大咖也已经莅临台上。我太好奇现在的 WOW 值，包括屏幕前所有的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你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重量云集的场景，心中就是想出 WOW 的话，就把这一句 WOW 在弹幕里，在屏幕区里刷起来，好不好？也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热度值助力。Matt, Young Luke and Jeff, let's join William and invite everybody to WOW together, okay? Okay.那现在我来进行一个三位数的倒计时，好不好？三二一，然后我们一起来喊“百威新男现在就”，然后大家一起喊“哇”，好不好？“百威新男现在就”，然后一起喊“哇”，然后我们来三次，我们看一下这个“哇”值能不能增起来，好不好？三二一，百威新男现在就，哇！现在就，哇！现在就，哇！就不信哎，96% yeah, 96% almost full, right?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爆能量球已经接近爆满了，以为接下来没准还有更加刺激的瞬间，然后让我们把最后四个点也再填满，好不好？那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重量级大咖也来到现场，感谢伟霆。那接下来让我们李小姐送上真正冰爽的，给我们带来真正清爽感受的百威新男，也让我们一起拿着我们全新的百威新男在舞台上合影留念。谢谢。好，闻着这个味道，然后还不能喝，它真的是一种煎熬啊。I just can smell, I cannot drink this. What a pity. I cannot do this. This is good coffee. Thank you. 好。好，那我接下来来倒数五四三二一，然后新蓝加持，看报值能不能弥补上最后4%的瞬间。如果能，让我们用镜头来留下这一刻，好不好？那这样我们一起倒数十个数，好不好？我们从十开始倒数啊，来，预备起，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20%，才120%啊！仪器爆表了啊！120还在 loading 啊！这应该是它能够呈现出的最高的数值了。来，让我们一起用相机留下这历史性的一刻。留下这一刻。
谢谢摄影老师，谢谢摄影老师，谢谢 Young and Mad, Hold on please, and 伟霆可以稍事休息了，非常感谢伟霆，感谢伟霆，因为知道我们今晚。